天才神枪手落地巨石刚，还有是米妮。之前米妮做了几期团队竞技，好多米粉宝宝和我说不够不够，再来一把站点团竞。大家都知道米妮最宠粉丝了，今天就把它安排上。站点竞技这个模式，既要应对从四面八方来的攻击，还要把点位站好赢得胜利，同时也要提防在身后复活的敌人。想训练反应力的宝宝们可以来试试。我选的枪械搭配是 AWM 和 S12K， 还是熟悉的配方，还是一样的打法。不过打完之后，米妮觉得在这个模式里还是用步枪来玩比较合适。看我的冲锋狙，哎呀没打中，嘿，他会瞬移。跟物资对枪就是要拜佛，因为拜佛的话敌人有一秒的反应时间，而且物资射速快，子弹很快打完。他要换枪或者换子弹，那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。话不多说，看米妮操作。帅不帅，酷不酷，六不六？其实真实情况是，不过最后还是拿到本场 MVP， 成功刺激。喜欢米妮视频的记得点赞加关注，爱你们哟，救命。